头球顶到中间，解围踢空了，打门球进了，上场比分被扳平了，进球的是刘军帅。小张，这球呢再传进来有机会，头球攻门，漂亮，球进了，2-1。场上的比分呢变成了2-1，佩莱来了头顶，头球蹭下来，击定到刘彬彬，过他一个人球分过，脚跟再领过来再打，有机会，哦，球又进了，4-1。